再放弃。哥，我有准备一下，阿翔要请。等等，王世贤帮我签名。你做啥？想要有一个王世贤的纹身，可以吗？纹身？要签名到位，你跟你。会使。会使加吗？叫一个王世贤大哥的超级大粉丝，伊即世人上大的愿望就是会当甲伊合唱一条歌。什么？哎呦！请问你要唱什么歌？我会上唱《雪中红》吗？雪中红，你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哎，去，人家是讲艺人无法度爱穿啥呢？啊，你是讲现场的朋友，你也穿啥呢？因为我就想要看王世贤呢。啊，所以穿安尼来哦。系啊。哎呦，好，你搞在一百九要好好。欸啊、这在问阿贤啦，你有同意无？你这位小姐，你贵姓？我姓牛。这位梁小姐想要起来台顶跟你合唱，你会使无 ？OK 啊 ，OK，OK。OK，、okay, 来，梁小姐，麻烦你起来台顶哈。来，哦，这贵妇她呢？爱给你看无？就要看你，就要看你。我爱王世贤。你要王世贤看哦？好吧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我你就凶哦。这冲着你来的，嘿嘿。哎呦喂呀！咱都是在亲民呐！你今日是来作秀的哦。啊，就看到王世贤遐引导着。哎，谢谢。梁小姐会寒无？会寒。真寒。哦，真寒哈！买个哪里都看到王世贤，规个心情烧起来哈。是。安尼，伊是要脱一个是啥无？我身体不够好。你那不知刚看一边人啊？无啦，今日歌唱袂好。哎，你又知影？哎，你八龙影。阿贤，你是唔敢看，我这边是看袂到。你的身高比较刚好啦。好啊，卖闹啊！来，足爱唱歌。嘿，阿贤的歌你都足介意听的。对。啊，这条《雪中红》在你心目中人生一首歌。对，我从小听到的。哎，你讲话呢？我们也好啊，你尽量看一边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对接视线的男女。男女对唱啊，对看嘛。OK， 好来，甲梁小姐甲咱新人拍一个破的来。不通再讲起，怨叹酒加添心气。看一对这个非常麻烦你形容词要恰当哈，非常足好势一对男女在咧唱歌。啊，这位小姐，我感觉你有想要搁提掉部分迄个款的冲动吼。什么？感冒还寒。梁小姐，一时间间哦，他都有甲制作单位说明，是，伊今日为着吼要上台，做了真济准备。
因为这个服装是特别的来设计哦。哎，谢谢。它是多层次的吗？是。麦克风是给你讲话的，麻烦一下。是。那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的这种呈现吗？没有啦。那等等等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看起来。看起来很冷吗？是要给我穿的吗？对，那个帮我拿一下哈，那个我有准备一下，阿翔要签。等等。王世贤帮我签名。你在做啥？在签名啊。你把笔位都推出来。哎。不行，问题签名，等一下再签啦 ，OK 啦。啊？还是第一定人要求呢？啊，等啊。要签在哪里 ？OK， 我可以请你借支笔。这个比较温暖。啊，真的蛮温暖的。啊，你有带纸笔做啊？可以，我想要有一个王世贤的纹身，可以吗？纹身？要签在哪位？你跟你。会使。会使加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出道那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签那个部位。哎，我光光。才不你看，还有两分地才三角外。你妈嘞好不？不是这些话为难着王世贤呐。你妈嘞啦，我是干嘛抽过头诶？这部位不好签呐，真的。手背有弧度。上次就有一个人来签，弧度太大，所以不好签。还签起来可以标上去。都签白纸啊，是不是？对哈。签到黑了，黑了，黑了，金角头呀。加魔法了，但我怕他签一个太大了，那个笔水不够。那阿贤，你不签了，我看别说话了。冇，真正爱签吗？我签姐签，哎，签快管嘞，签快管嘞。啊，签家吗？好啊，好啊。好签家，胡须哦。来，王世贤第一摆拄到这么为难的情形啊，你到底要签多位嘞？是，这个笔敢有水？哦，哎呦，哦，哎呦喂！哦，哇哦！这是人生头一摆拄到这款代志，我会错。啊，今麦，迄个斗志平，伊有叫够抗威吼，来要抢蹦车车无？来，阿兰，你心意完成了哈。哎，阿平，你好。不好意思，谢谢梁小姐哈，刚问刚问。哦，你我要干嘛？啊，我要干嘛？我来，哦，心中白白菜。啊，你表示你还够健康，还够正常。是，应该隔空，你知道？隔空哈，阿伯直接就垮了。哦，压下去。因为我们平常写字就是靠在桌上嘞。问题是梁小姐可能也找一个纹身店的我，讲这卖给我敷掉，直接安尼给我掐了。哎，真的呢，你特懂，然后每天怀抱着王世贤睡觉，那多好。是啊，我当晚安尼想，哇，跟我话你跟唱歌。你听到人名签了，干嘛规身骨安尼烧咯？会的，整个都温暖了起来。OK， 安尼好啦。好，安尼人生落水都不惊寒嘛。落水都关爱酒。落水不惊寒。